熊猫的人一直都很多啊，没有病毒，那是你现在才注意到啊。昨天也很多啊，只是可能不同区域吧。被拉去别的地方啊，像我今天早上就被拉去，有没有？昨天下午就被拉到五星街去啊。干嘛？我从这里。几点开始跑的？十点。你啊？嗯。现在几点了？十二。玩的不错啊。哪里不错？可以的吧。这个时间十二，哎，都想回家睡觉了。回家就看你这个跑，难塞车。下班潮啊，希望周末大家不要出去啊。拜。你好，165。
27。嗯。哎呀，给你借个厕所、哦。谢谢。
好，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？哦，要餐具吗？哦，放了，谢谢哦。一心百愿。你好，你好，四楼之一外送。
熊猫185元。好，请等我一下，我很紧张。找个框，谢谢。好咯，谢谢。